好久。我身头大概中午吧，中午就要出发去看潜水的地方了。现在已经在真龙田那个潜水的停车场这边了，可是我们排了半个小时了，好久、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总算停进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找教练，潜水教练。那里我们已经做好课前训练的，然后现在去岸边练习的。你看，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 Emma， 然后这是我们的。好，我现在去海边了，够，我们现在走。乐团的，我们是小团体，三个人，然后两个教练，太多了。吃白饭就好了。